主料：猪肝500克，血旺5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豆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从坛子取出泡海椒、泡生姜，把从坛子取出来的生姜、海椒切成片。猪血，紧破血之后，猪肝洗干净。猪肝、麻切、淡水豆腐，把豆腐切成小小坨。大葱，大葱切成丝。先把泡椒和生姜放入锅中炒，然后倒下豆腐和猪血，出锅。烹饪技巧很简单，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